好啦，翻翻嚟啦，咁咧嗱，依家讲嘅消息咧，其实就系本来寻日想讲嘅，所以系迟咗少少啦，讲句唔好意思先啦。但系我见到香港咧都冇乜媒体有讲呢单嘢。嗱，就系拜登咧，佢就请咗好多呢个非洲嘅领导人就去华盛顿。咁啊，嗱，佢去搞呢个峰会啊，又系啊，即系咁啊，究竟美国系咪真系？可以即是在非洲增加它的影响力呢，其实美国就这样的，在非洲呢他们的资本呢都赚很多钱的，一直到现在呢，即他们当然是要跟美国啊，美国要跟俄罗斯、中国、这个土耳其和阿联酋啊争夺这个在非洲的影响力啊。那在俄罗斯那里，其實之前咧，亦都試過啊，啲非洲領導人咧就係即係受到一啲接待啦嚇。喺中國亦都係啊，即係一對一同阿習主席食晚飯啊嗰啲嚇，仲同埋嗱美國而家其實係落後嘅，即係有啲嘢，即係尤其是非洲嗰度啊，即係增加個影響力咧，其實中國嗰啲就做得勁好多，因為中國咧就一早講咗啦，會喺非洲咧就投資600億美元。嗱咁土耳其嗰度啊，土耳其嗰度係點咧？嗱，即係土耳其佢有搞入常啊，即係呢個聯合國安理會嗰個常任理事國嘅職位，佢要搞嘅。啊，呢個土耳其，土耳其佢哋，所以我就話好麻煩嘅呢個土耳其呢個國家，佢又喺即係中國嗰度又支持嗰個東突啊嗰啲，即係佢自己嗰度亦都有好多嗰啲即係。疆獨分子就流亡在土耳其嘅，嗱呢個係一個即係不穩定嘅因素啦。但係土耳其都係撲街嚟，都對唔住啊！我呢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但係咧土耳其嗰個總統埃爾多安咧，佢做嗰啲嘢就好 Q 賤嘅，啊即係我都唔想講啊！人哋啊即係嗰啲疆獨啊，佢又不斷喺側邊撩喺度支持，就因為佢有冇實際證據話佢係支持呢個疆獨，我又唔敢講話佢有實際證據，但係咧嗱佢哋。呢、这個土耳其呢個國家咧就儲埋一大堆嗰啲疆獨分子喺度嘅，同埋咧佢係以土耳其為基地就去搞即係呢個疆獨活動嘅，因為我都唔想咁講，但係事實就係咁樣啦。咁你話土耳其有冇支持佢哋？我就認為係有嘅，佢夾硬咧就話：哦，呢個係都係即係突厥一部分啦，即係佢哋自己就係突厥啊咁。佢哋鄭德華講得啱啊，呢條友咧成日都發呢個鄂圖曼帝國夢啊。係啊，佢好 Q 黐線嘅呢條友係，佢要再攞翻嗰個影響力。嗱好啦，亦都多謝翻Fiona W 你嘅支持先啊。嗱咁強盛就話拜登呢次好似教仔咁，叫曬非洲啲領導人去美國，會唔會有啲人唔順氣嗱？咁如果即係大家開心嘅，即係去美國玩完之後覺得，咦美國都唔錯喎咁樣咁。可能又不同大家的看法，即是那即美國可能要掟啲錢過去俾非洲啩，唔知啊。咁、那個峰會咧就係、是、美國即係而家嘅即係外交行動啦嚇。咁、啊、嗱，其實中國喺非洲經營咧就經營咗好耐噶啦。咁但係咧，即係有好多人見到中國咧就即係好多國家啦，或者咁見到中國做做咁多嘢啊，好多着數啊，其實就冇乜着數嘅，即係講真，非洲俾唔到咩着數中國，即係呢個係純粹就喺人類嘅發源地咧，就做翻啲工作嘅嘢，即係我認為，即係中國嗰個做法就係、是、有話中國喺非洲有軍事、商業、外交利益，咁其實老老實實真正有利益咧，其實就係到咗聯合國投票嘅時候咧，就有啲着數嘅嘢。真係嘅唯一嘅利益就係咁啦，即係聯合國投票嘅時候，啲非洲國家嚇、啊，即係亞非拉兄弟就會撐下場。咁、啊、但係你話係唔係即係有好大嘅商業軍事著數就老老實實真係冇乜嘅。嗱、啊、咁俄羅斯、土耳其、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咧，佢哋都想即係做翻同類型嘅嘢嘅。咁美國佢哋知道噶啦，佢哋非常落後啦。美國之前咧呢、這個奧巴馬做嘅時候又好少少，因為咧佢都係即係。非洲黑人啦嚇，咁、啊、即係啲人覺得佢有啲親切感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自從阿侵做咗之後咧，其實即係美國就其實嚴格嚟講啊冇 Q 理非洲嘅啊，
嗱咁啊，即係白宮佢哋梗係搞即係好正嘅晚宴啦，佢哋認為嚇、啊，但係嗱、那個現實咧就係、是、美國搞呢啲嘢咧就唔係好掂，即係好老實講啊，即係即係你個即係美國咧，佢都係一個高高在上嘅態度，即係去做呢件事。咁你高高在上嘅態度去做呢件事咧，其實就冇乸用嘅，即係好老實講。其實、美國長期是這樣的，即美國呢就經常都覺得非洲有很多問題要解決問題，但是、你看看其實其他地方不是這樣想，即中國、啊、其實中國有很多、人都去了非洲打拼，因為覺得非洲是一個很多機遇的地方、啊、你說俄羅斯那些做不做到，老實實即我覺得俄羅斯那些呢就飲飲食食啊，即係同嗰啲領導人維維維咧，佢就做得到。但係你話實際上，落地有啲做咗啲好嘢出嚟，非洲人感受得到嘅，其實我認為係得中國做到嘅啫。啊，即係其他國家即係高高在上嘅態度，即係唔掂嘅。即係中國咧就係好似兄弟咁樣啊，即係誒、大家兄弟班啊，幫扶一下，即係我幫下你，你幫下我咁樣。咁佢做到出嚟嘅嘢就會變咗有實效好多。咁而家美國佢而家高高在上呢種做法咧，又係乜都做唔到嘅。我認為到最後係嚇，同埋嗱，即係非洲同美國嗰個貿易額其實即係好少啊，即係已經係縮得好犀利嚇。嗱、俄羅斯咁樣，嗱、俄羅斯佢哋有樣嘢好成功嘅就係咧賣軍火去非洲啊，同埋。就是用那個、Wagner Group、啊、去那些僱傭兵、啊、僱傭兵就去非洲那裡就幫他扶回那些差不多冧檔的政權、啊、就是俄羅斯做這些事那俄羅斯他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有些礦產呢其實就被俄羅斯控制了。想土耳其他做什麼呢？土耳其就是糟糕了，即我每個地方都應該嗱，唔好意思，我唔想講土耳其係撲街，即係不過我每一次見到土耳其咧，佢喺度搞疆獨咧，我又火都嚟嘅。啊，即係有啲人話：喂，你應該人類命運共同體喎，但係唔係啊嘛？你搞疆獨邊係人類命運共同體啊？係咪先？嗱，土耳其佢點搞咧？佢咧土耳其咧就喺非洲嗰度起啲清真寺啊，起機場、起醫院同埋體育館。啊，土耳其佢唔係冇做嘢，土耳其佢有搞噶。啊，土耳其。最大的問題咧，我認為土耳其搞咩咧，就係佢哋又係即係揾翻佢哋嗰啲突厥兄弟幫啊，即係邊度有啲人係類似係突厥人嘅，佢就話哦，呢啲係我哋突厥人嘅。但其實即係好老實講，佢哋咁樣搞咧，即係個反突厥咁樣咧，其實對而家呢個世界嗰、那個大局咧係有負面嘅影響啊。即係我認為呢個土耳其嗱咁、啊、土耳其佢。搞嗰啲清真寺咁，佢梗係又要做一個即係輸出啦嚇，即係或者佢又話伊斯蘭兄弟啊嗰啲咁樣嘅嘢啦嚇，即係除咗突厥兄弟之外，仲有伊斯蘭兄弟咁樣。嗱，唔好意思，我真係對唔住，我真係可能係唔客觀嘅，一講土耳其人啊，對唔住，我真係好嬲嘅，有時見到係嗱咁啊嗱呢、這個中國嚇，梗係搞好多基建啦嚇。中國搞基建咧，其實就冇著數喎。其實大部分情況下一啲著數都冇嘅，啊啲係長期咧都係純粹咧就係、是啊、大家睇、啊、發展中國家咧或者發展中嘅地區咧共同努力、啊、共同富裕、啊、搞呢啲嘢嘅啫。咁所以有啲人咧喺內地咧就好憎啊，點解我哋啲人啊都未共同富裕就要非洲共同富裕？啊、但係 你要知道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冇非洲嗰啲票咧。非洲國家嗰啲票咧嘅，你好大鑊嘅喺聯合國係，咁所以呢啲係一定焗住一定要做嘅嘢嚟嘅。咁當然非洲其實到而家都係好大鑊嘅，就係好多衝突啦嚇，即係又打仗啊，又有啲武裝部隊啊四圍搞啊，恐怖主義啊乜都有其實。咁佢哋亦都窮啦，佢哋仲有就係、是有啲地方饑荒啦，咁仲有就係腐敗嚇，係、腐敗得好犀利嘅有啲地方係。啊、非洲、其实是全个地球呢他们唯一出生率还是升的地方的、
而家大家都預計咗一樣嘢咧，就係2050年嘅時候咧，非洲嘅人口咧就會 double。嗱，大家記得一樣嘢就係、是、有人嘅地方先有經濟嘅，你冇人嘅地方係冇經濟，即係好似澳洲咁 Q 大嚇，冇錯，佢哋即係2600万人啦，都算係有啲人嘅，咁但係佢分得好散喎，所以佢有好多嘢係冇經濟效益嘅，做好多嘢都嚇。咁啊，嗱，你非洲啊人口就翻一倍。咁咧，非洲就會佔全世界嘅人口嘅四分一噶啦。咁嗱，呢個係一個巨大嘅市場嚟嘅喎，大家都要知道啊。仲有就係、是、嗱，即係佢哋而家有文化影響力，你唔好以為非洲冇文化影響力。佢哋嗱，即係我哋而家睇好多有 K-pop 啦，即係全世界都睇 K-pop。但係而家開始緊一樣嘢咧，就叫 Afrobeats。Afrobeats 咧，呢個咧就係尼日利亞嘅。嗱，而家好多人都中意呢個 Afrobeats 嘅喎，啊。仲有當然尼日利亞嗰仲有騙徒啦嚇，唔好意思，我唔想講啊。尼日利亞當然有騙子啦，佢嘅騙子亦都好犀利嘅。佢間騙子係向上游，點解話騙子向上游咧？嗱，佢哋咁嘅，佢哋啲人咧就受咗教育嘛。咁佢哋咧有啲咧就由騙子改做正行。咁啊點樣做正行咧？嗱，其實嚴格嚟講又唔係真係正行，但係咧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正行，就係佢幫人寫論文喺非洲嗰度。即係咧喺發達國家讀大學嗰啲人嚇、啊，即係佢自己唔 Q 寫論文就判俾嗰啲非洲人喺後邊寫論文啊。咁當然即係咁樣做係即係違規啦嚇、啊，違反校規啦。你呢啲係唔合校規嘅嘢嚟嘅。即係如果你讀緊書嘅，你自己知道啦。呢啲揾人寫論文係違規嘅。但係啊，即係蔡English都係咁啦。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你不被人捉到就没事咯。那你找尼日利亚人整个会不会有人整个下游有人照着做。那还有就是现在非洲还有就是他们那个电影业发展得挺好的现在开始是可以即是差不多可以媲美这个玻璃门下有些地方。那还有肯尼亚这些地方他们还有科技业添。啊，找人寫 software 啊，咁所以啊，即係講到呢度咧，即係你美國有冇辦法唔拉攏非洲？佢係冇辦法，一定要拉攏非洲，冇計啊。嗱、啊、咁，但係美國咧就好強調一樣嘢嘅，就話嗱、啊，我哋一定要有夥伴關係啊，共同利益嚇，同埋共同嘅價值觀啊，咁啊大喇鑊啦。非洲嘅人咧好多都同美國咧就冇乜共同嘅價值觀嘅，個現實就係、是、啊。咁但係嗱，即係呢個布布林肯佢八月嘅時候講咩咧？就話非洲咧已經係一個重要嘅地緣政治力量啊，咁樣。咁當然佢哋而家即係美國就有個優勢嘅，佢哋本身都好多即係非洲嚟嘅黑人啊嘛。咁佢哋即係大家即係同一個樣去同一個樣去交涉咧，就可能容易啲搞嘅。其實就嚇、啊、好啦，嗱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大家就可以睇一睇究竟美國。是不是即是会成功呢我讲句真话给大家听美国他今次他搞这个俄乌战争搞了一个大头发出来其实有些非洲人就很挑战他们即讲句真话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其实就饱受这个、食品价格上涨的痛苦不是整个非洲都是但是很多国家都是即是奶挑晒嘢就是他们那个食物呢尤其是谷物因為他們種不到那麼多谷物的他們那裡就那些谷物呢其實就是在烏克蘭運過去的、啊、那烏克蘭運過去那現在即是你這樣打鑊勁、啊、那個谷物就上漲其實就是搞不了一點的了即是講句真話給大家聽即是很老實說即是現在美國他說要增加在非洲的影響力、我認為他們一定是失敗收場因為他們根本就比不到啲咩著數，啲非洲國家，同埋美咧到而家都係改變唔到一樣嘢，就係、是、永遠都係高高在上咁樣對其他非洲嘅國家啊，佢不斷咧就同人講啦，我話嗱，我哋係點做，你應該點做，咁啊唔揦得嘅喎，其實就，哦，我明白你大家一齊去做啦，咁另外呢個方法就得，但係個問題就係美國係冇辦法。即係唔擺大佬姿態，啊佢唔
佢冇辦法唔擺大佬姿態嘅時候，就個結果就一定係出問題嚇、啊。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其實就差唔多啦嚇。咁啊休息一陣啦嚇。不過臨尾之後，臨尾都要讀一個留言，就係、是、鄭德華講嘅，佢就話犯特厥咧只係一個概念。特厥人咧其實係多民族組成嘅，但係佢嗱點解佢會搞即係呢個泛特厥主義咧？佢哋其實就係要即係做一個大特厥國啊！佢哋其實係佢呢個大特厥國撲佢嘅街裏邊係包括咗中國新疆、甘肅、青海嘅冚家祥，即係所以我係好反對呢一樣嘢。佢搞呢一樣嘢嘅時候咧，其實好耐啦，搞咗。两百年有多啊，其实系即系呢个泛特厥主义啊，系但即系好老实讲，我系对唔住我冇办法即系支持呢啲搞呢啲嘢嘅人嘅，即系对唔住啊，即系即系佢呢啲咁嘅东特厥斯坦咁样搞呢啲即系疆独啊嗰啲，我系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嬲到不得了，因为佢哋嗰啲泛特厥主义者咧，成日都叫新疆。做東特厥斯坦嘅冚家產啊！而家對唔住，我都臨尾都要發脾氣鬧鬧下人啊！好啦，算啦，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講其他話題啊！